基本上都是被按着打的，好吧？马可对线其实很弱的，他比你现在上分的那种什么后羿啊，那种呆射要难很多。反正老牌射手嘛，公孙马这三个射手都不是很好赢，也不是那么好练，他要细节比较多。相比于你投入的成本来讲的话，你练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，练个后羿啊会简单很多，好吧？后羿还有给你抽奖的那种资格。好，我们是抢到了河道之灵，是吧？这个别人一不小心抢线的意识太好了，他那个就有机会给到你。好，我们就慢慢来。他直接进蓝了，那我们压一波线呢，看能不能抢一波线。因为前排的兵那个小兵在打，免得伤害溢出了，我们就直接扫后排了。状态不好，偶尔也做做。能打吗？马可是大仙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以，可以，我来帮他一下。状态不好，有兄弟要折磨我了。收到。不，从不站着就出，主宰后主将。可以。正在看，别看，好好玩。大招还未升级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技能。开始撤退，给溜了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什么菜鸡反应啊？菜鸡反应，我以为他杀不了我的。哇，进化，我也在想为什么不按进化，好吧？我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不用按进化，结果直到我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按进化还是要按的。发起进攻。躺好了吗？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。保护我帮英雄。是哑巴吗？酷，我的好兄弟呀、这徐友军好像知道是我，他疯狂帮我呀，是比大买卖，好吧？这个辅助他离我不离不弃呀、简单来说，这个小明跟我是没有什么配合的，但他还在跟着我呀，好吧？那这样把我不起来，那真的是有点对不起队友了呀，老哥。
稳中求胜。一技能探场都是细节，都是细节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他们那边都没人了，哎，这有什么？开始撤退。哎，这最后一下，哇，哎呦！行行行。哇，那进化的我还是有点小怕的。下路在吃波线。本次悬赏目标有五个，是比大买卖。大仙为什么你？从不站着出错。为了与你相遇。谁让红了？体验非常好，这个小明他会玩，他比我那把玩小明，比我那把玩小明爽多了，知道吗？我那把玩小明，我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啊，我那把小明，请求集合。进化，好吧，很害怕按进化。理论上来讲，这一波不用按进化。从不站着出错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的我的，没事，稳住。快快快！去做做慈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别眨眼！好兴奋！人呢？你该不会是妖精吧？你该不会是妖精吧？ Shut down！ 简直毫无准确感。Unstoppable！啊！我尽力了。哇，六六六，兄弟！给我一技能！哎，这哎，怎么当别人面开了个大招？我的宝！你该不会是妖精吧？看我丢中你心吧！本次悬赏目标有五个。这笔大买卖。别别别，好好玩。从不站着出手。收到。细节啊，小明！发起进攻，大招已经好了。这个小明东西很多，好吧？
去拿红。辅助，请跟我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发起进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发起进攻。We have slain an enemy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别眨眼。别了，快快快！嗯，有点慌，有点慌，有点慌，怕玩脱了。OK OK， 兄弟们，上路一波了。六六六，兄弟们。可以啊，这友好的辅助跟着你试玩的体验就是不一样啊。好吧，小明从头到尾跟着我，我疯狂发挥啊，他主要他也会玩呢，他什么回血探视野，什么时候该帮我捡别人的那个移速，拿捏得很好啊。好吧，然后这个打野也疯狂来帮我呀。好吧。